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， 今天同大家整一款很多女仔都很喜欢吃的打卡甜品梳芙蕾，即刻睇下咩材料啦！之前咧可以用手指沿住帽边架一个圈，咁样可以令到梳芙蕾上色得更靓噶。完成啦！真腾腾嘅梳芙蕾好吸引啦，等我即刻试下味道先。梳芙蕾嘅蛋味非常浓郁，而且口感松软，空气感十足。只要掌握到当中的技巧，相信你都可以成功整到，大家都快啲试下啦！呦呼！